他说一人改成你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有小三，你话讲清楚。你怎么样，我也是个男的，要叫你要叫小王。一定是你先勾引我爸，爸走了再怎么样，我也算是你继父了。继母，老公，快点接电话。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有错吗？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命？ 谁是小三？老公，谁在听清楚？接电话。我靠，大婶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带你儿子去庙里面广播，然后回家看台湾奇案。乖啊！到底谁会赢？